江堤南头水利乡嘅茶厂副茶长廖二也路过说道：副茶长屯太行茶停茶厂之间有一条细巷诶，本来行业会够较多，唔过考量到安全，铁路桥路屯也封起的。地方居民都希望向公所尽快做一条人行天桥，疏散廖二的人潮，也确保游客安全。茶厂副茶头有进度，有看落来，城里人没有城里好做。拄到了呢，游客唔买爱带只位坐通车来上路，原因是一条死路，因此考量到安全问题，台铁通过封闭。啊，经过这便道，该开咧行清早应该有20分钟啦，因为吼，那不这便道爱高足大咧呢，安尼啊，这便道啊直接直接行过来就到安尼，啊嘛更加咱等于较袂塞车，啊游客较袂用钱贵个。为了解决交通通行的问题，水利乡公所航运本相关单位希望乡下来面对，无奈何各单位指派的前期铁地无人协助接听。因为来个安尼个铁路局吼，然后个日管处吼，今天来吼无法度接听吼，外相吼，拜托吼，人民真理会吼，做得吼，那日吼，张哥邀请今天的做得接听的长官来列位吼。车厂村内乡亲讲，无论准备虾米决定来做天桥，也是讲七只开放封闭的路，都希望相关单位积极有共识，安尼来了解游客实时在安全的环境下，欣赏车厂的好光景。看看新闻的碰起。